特别安排有一位孩子还要来唱一首诗歌，叫做我要向高山举目。如果你会唱的人，我们也不吝啬一起唱，但是声音不要比他大声，因为我们要听他唱。 OK， 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王延飞同学带来的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掌声欢迎。好，我们给王延飞同学一个热烈的掌声。